哥姐姐们好，我是一只大龄男松鼠。我的妈妈说，相亲需要展示技能，希望大家看完可以为我爆灯。首先是我的招牌技能，一闭就装死。接着是我的隐藏技能，听口令尿尿。尿完了。让我睡觉，我也会乖乖回去睡觉。睡觉。然后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飘窗照回复。我还掌握了当下最流行的核酸啊，还有好多没有展示的，哥哥姐姐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。我洗洗睡了，我谢谢哥哥姐姐们耐心看完，晚安。